南方人叫生意，北方人叫买卖，书面称贸易，官方称商业。有人把生意狭义地理解为挣钱，其实生意的本初是分享，把最好的东西分享给有需要或有缘之人，赢取合理的费用，趁着做一单生意交一个朋友，这才是生意。生是生生不息，意乃心上之意，真诚做人，诚信做事，不欺不瞒不哄，此为商道。